老板，这个几元？5块。嗯，给你。老板，这饼干多少钱？5块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哎呀。这饼干的味道不错，对吧？这也太难以置信了吧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要拿这最后一块饼干吗？听起来你好像很饿。给你吧。这怎么回事？这真恶心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，你应该自己回家吃饭，而不是在这里吃别人的食物。我的天哪！这是你的饼干？对啊，是我的饼干。哦，我非常的抱歉，我一直以为你在吃我的饼干，可是你还分给我最后一块的一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没有想太多，但是分享使我快乐。哦，我不应该草率下结论。来，请，请你吃我的饼干，分享使我快乐。分享使我快乐。